东方刚刚出现第一缕晨曦，仰望你巍峨峥嵘，有着伟岸高大的身躯，注视你傲然挺拔，有着百折不挠的豪气，任凭风雨的洗礼，有那雷电的打击。你说只有心是向上的，才能够触摸云翳。你说只有根是向下的，才能够岿然屹立。我一遍遍地读你，年年岁岁不倦不息。你看铁塔，你听塔铃，铃和塔，塔铃和我登上铁塔第一层，一个头顶正似两座塔，高而绕而绕。铃和塔，塔铃和我登上铁塔第一层，一个头顶正似两座塔，高而绕而绕，花落天边的朝霞。我们的超级奶爸，其实他更像我们的兄长，瘦瘦的脸庞总是带着微笑。大家看铁塔矗立云霄，清脆的铃声在耳边萦绕，铁塔的精神就是百折不挠，大家要在心中记牢。铁塔的精神就是百折不挠，今后的日子我们会在心中记牢。铃和塔，塔铃和我登上铁塔第二层，两个头顶正发亮，风儿一刮温暖温暖。铃和塔，塔铃和我登上铁塔第二层，失去前进的目标，铁塔下漫步，一次次思考，未来该何去何从？我站在了人生的街角，不要再有那么多烦恼，快来，午饭时间已到。没有胃口，心情不好。心情不好没关系，想吃什么告诉我王嫂啊。你好我嫂，人生就像把菜炒，五味俱全才会滋味。
群正在奔跑。为什么你的脸上没有了微笑？考研的战斗中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。累了，你就歇歇脚，欣赏一下路边的花草。花匠大叔，为什么你要把月季的枝条剪掉？不经过修剪的痛苦，哪里有花朵一枝繁衍吗？你们也是青春的花朵，经历了风雨才能绽放自合适的工作呢。四年里你贪黑起早，成绩优秀是楼里的骄傲。你为了理想付出的辛劳，每一天铁塔的铃声都好记得。我们相信所有的沧桑都会蜕变为美丽，所有的美丽都会转化为梦想。让我们记住每一份感动，每一声欢笑，让我们绽放每一个愿望，每一份荣光。
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感受河南大学的风雨百年，辉煌百年。今晚的欢聚包含了2000多名演职人员在这雨中。